斟酌，那才会有对比呀、啊。啊，哎呀，在搞电力的，搞玻璃的，全部往电力里面靠，太不倒了。就看你在外面倒，在不同的季。主要是要搞玻璃的产品。请大家注意看前方，那就更有意思些吧，是吧？那享受不了什么呢？来了！哇！哎呀！有点吓人嘞！天哪！有广告真的这蛮好的。这是神仙居住的楼。哎呀！我以前看到过这个，我还在山顶上跟坐神奇的土家族老百姓。哇！那还是的。哇！虽然每天天晚上就要到这儿，但是这个房子，这里这老年人，这里都到了。欢迎来到五十天，谢谢您的光临。这个老年人啊，哇！在这里，哎，收了。哇塞！